各位听好了，第一轮演绎的台词是那我走那我走。第一位我们邀请到的是宋轶。哇，加油加油。台词记得说那我走。我们来看看你抽到的是什么情境。Action。演员，他是一个演员，他去试戏，然后旁边那个演员比他的戏好，他就走了。演员和这个试戏都是对的。来，雨欣，他是一个演员，然后他去试戏，然后他把产品左拿右拿，然后不小心扣了，然后那个人就是有点生气了，然后他就说那没有产品，不需要上链接。好，来，小丁，他是一个演员，他去试戏，他把这个角色饰演得非常好。但是有一个人他给了钱，导演就选了他。脑回路是惊奇的，但是不得不说又对了，又接近了一点。啊，来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，哦，来，吴昕，前面都一样，这是导演被那个赞助商硬塞进来的人所低头，然后那个女的是他老婆或者他女朋友。没有没有，不对不对，来来来来来，导演想自己演。就是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。比如说导演会跟你们说你们被拒绝了是什么样的一个理由，两个字两个字，这个角色被替换，被替换了。为什么被替换了？内定。其实小丁那个就已经非常接近了，但是重点是要说出内定。内定，对，我就是在弟弟的基础上稍微多说两个字。好，第二位我们邀请到的是雨桐，有请。加油。太难了，这一题非常的奇妙哦！我建议大家可以把思路打开，预备 ，Action！ 那我走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他是一个大老鹰，然后他回去回家了，然后他喂的那个小鸡仔，然后喂完了之后，然后他说妈妈你喂错了，就挪走。啊，这种都不应该起来给他答题的资格。来，弟弟，他是一个仙女，然后他回去看他的狗，但是他的狗被别人施了魔法变成了青蛙，他说那我走。有两个元素是对的，这个青蛙你都能看得出来，因为它呱呱呱，而且它飘进来。好，白老师，她是一个仙女，然后呢，她在路上看到了一个青蛙。他想去亲他，让他变成王子，结果亲了半天之后，那青蛙还是青蛙，仙女就非常失望地说：“那我走。”完全正确。哇！天哪！我懂你，我懂你。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歌迷，每当听到你的歌我就觉得我在他乡挺好的。谢谢。他们组能不能停一轮？我们停一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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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一轮。他们组咋回事？是不是跟衣服有关系啊？我也想闪闪亮亮。
接下来，娜扎，到你了。娜扎，我也等你，我也等你。开始。看到了不该看的，应该是诚意，诚意。妃子进来了，先请个安，请完安之后呢，发现这个皇上变了个人，变成了青蛙是吗？皇上变心了，对他突然就说：“既然那你不爱我，那我就走了吧。”你在现编剧本吗？你说的也太长了。好，他去皇上的，哎，你不是停赛吗？你们这一轮。这个故事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个人？是，来来来，那个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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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海涛来盲猜一波。哎呀，站起来给我力量。就是他去那个，不是我，他是一个，我说你给我力量，我给你力量，给你力量，没事，你说，咱们这就有一个人说就行。好，说，好，就是他是一个妃子去皇上的寝宫，然后看到了皇上周围围了有一些。那个别围，没有那么多，没有那么，就是去了在杀皇上。不对，好，我们再看一遍，他是不是跟别人一起进去的？他看到的不是别的妃子。来了啊，预备开始。他旁边有个人，皇上不在。哦，这个看懂了。看到了什么？来，弟弟，来，他是一个妃子，有个丫鬟陪同他一起进去，这不重要。他说你走吧，我自己去见皇上。然后他走进去寻找皇上，哎，皇上在哪儿？哦，皇上在这儿，有人掐住皇上脖子。不对，你行，来吧，这题我这分我们必拿了。来，前面都一样。他发现皇后在杀皇上，是怎么杀皇上的？吓的。没有，皇上并不在。吴昕啊，他发现那个皇后在那个假杀皇上。假杀？对，就是在捏那个。皇上没在，皇后在下毒。恭喜，完全正确。把这个故事捋清楚，何老师。她是一个妃子，她去皇上的寝宫给皇上请安，结果呢发现皇上没在，她找了一圈，无意当中撞见皇后在给皇上下毒，发现之后她非常的害怕，然后说那我走。太厉害了，何老师，你这身衣服我试一下。按道理来说，这一题我们是必拿分的，因为娜扎在旁边，哎，是皇后，是怎么你自己演的？你题都没看懂啊！娜扎以为我们没看见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弟弟在那说的时候，娜扎就用这边头发挡住自己的脸，然后用这个手挡住嘴，然后就充满。我没有看到下毒，我看到了皇后。这个题现在已经不怪我们了，是怪他们这对，不是我们不强，是他们太强。不是，你现在不光是能猜，你还能看懂唇语，这谁能跟你们比啊？对呀，你说好不容易给我们唇一下，还给唇没了。